学长，你检查结果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说？啊？人又不是你杀的，讲个检查结果这么难吗？小瑶，你不要这样。学长，凶手这么残忍，我想不会是我们的其中一人，大家都是一起工作伙伴。你就说吧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的心脏不见了。发生了，你就不要再瞒了吧。我知道秦少很喜欢你，也知道你有和他出去谈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怀疑你？是秦少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能让他这样死得不明不白。他想强暴我？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秦少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小瑶，那你还有看到其他的人吗？没有，我离开之后就直接回家了。
知道我是一个女先生，过不快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哦，我的先生是一个很惹人厌的人，现在他终于死了，我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地方。我想我会和你们一起走。啊，玛丽，我的小雅人呢？啊，你是黄医师吗？你好，你好。我记得你是何先生对吧？是一个画家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有机会一定要来毕设参观参观啊。啊，当然当然。那王太太，我先告辞。